看今年的番茄也得喜欢人。这筐这筐三块钱多那些番茄样写的这又写下来了。对呀、啊、你来我运输吧。好，快一筐了呀，马上这活上还生了这些，嗯，还得给活，嗯，给筐了，嗯，好，弄出去吧。喜欢人的番茄，嗯，你看多吧，咱娘家今年也没种，都是咱娘家的。嗯，吧，哎，咱娘，看看咱娘。娘，娘，看瓜都闷了的，没个家吗？锁着嘞，搁这里头锁着嘞。我们在家，先给他放着吧。嗯，看他放在家，等我回来再给他装过来。嫂，嫂，嫂，你问呢？那你给他量过个量去。嫂，妈来人了，这是所有饭钱啊。叫我看看去，你别来了啊！走走，给我放点肉番茄啊，给他们搁桌子上了。嗯，走。哎，家哪了？家楼下有个磨衣服厂的。那都给钱，那都给钱干呀？干啥呀？你干都给钱了？快一会儿吃那家伙。这人都啊，这不偏不正啊，这干啥饭去啊？对呀，你这个谢谢谢谢。我没事了，我儿来这城市吃羊肉味儿。哥，都给钱，真大爱都是。谢谢谢谢谢谢。看那姊妹俩穿的跟啥似的呀？看呀，他俩越长越像。我看看，看看。你看这个不老热是吧？这个有点热，这个有点热，不老热。你看那姊妹俩一样。长得都是长得也好，他也还是多像双子，哎，也长得像。哎，我跟小漂亮男人时候，我他跟哪个叫比，我那叫不胖了吧？他我可适不应了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咱当日子比我重了十斤，没得多，十斤也不算，他不算老胖，一百二吗？一百二是多的，你一百二是多少？多么几斤？吃到现在一百二。吃个八一百二十多，来，这我让你摘，我让你摘点桃吧，摘点桃呀，哎，桃给你摘，这个我给你摘啥的，你说的，你那那那毛那啥也不给，摘了，都拿走，别摘了，俺家有桃，俺前个去哪儿，俺前个去哪儿买的，别摘了，这自家种的呀，摘这儿了是摘那儿了，弄的，摘那儿是说的，反正没着树。这个照的，这个照的都烫着了，哎，就照的。哎，他要再火上那一火中了，走，连火都烫着。行，给朱英摘了，这给三姐。走，别摘了，走，别摘了，买的有，烫着味儿错了，买的了，烫着这味儿。如果再摘那一火都，那就那一火。摘那，摘是摘那一火，摘火不老好了，它照长得不老红了，不老红了。好，别了，走。那去那一火那边烫上那一火。走，去他那一火，走。我也过一个，恁在这说话吧。我再给你摘一个。不摘了，不摘了，嫂。不摘了，走了啊。奶奶，你看，你看，不摘了。长我肉破了，俺家买的也有。行，黑呀，摘个。吃了再来摘啊。走走。吃着长着，吃着。你看他这一棵树，咱这一片的老少爷们都吃上了。长长味儿。对呀。就是。吃了还来呀？走，我走来。这自己的这都长过的。这娘回来了，把这两株给他，咱点到人。看俺的番茄，跟嫂点去了，给他尝尝。都一上又给俺摘了个桃，一上摘真大一兜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关注，喜欢视频你不拉走的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再见。